我的发，我抢了个什么东西啊？打忘了，上厕所。哎呀，不行啊，第一轮打完再上厕所吧。就这么地儿。抢了个大棒子，大棒子能干嘛呢？魔抗。哦，两个皎月。上厕所。皎月天选，哎，又两个皎月，哎呦我操！再给个皎月，嗯，皎月刺客天选，来吧，皎月，不行啊，皎月，嗯。让我看看啊，让我看看。给他们展示下你的能力。上俩斗士。我靠，他是皎月天选。哎呀，我也想来个皎月天选，行不行？能给个皎月不？预言开错了，啊。哎呦我漂亮，皎月天选，让我看见了啊，搁这儿呢呀。三国给一轮，拿着吧，给一轮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行不行？三国给一轮，还有亚索呢，把这撇了吧。哎呦啊，精致连败，96点血。哎呦我卡特琳呐，现在想不想赢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想赢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上小炮。我想想啊，这样吧，我亚索撇了，皎月撇了，这个撇了，这个撇了，
这个装备可以玩什么呢？塔姆撇了，不要了。塔姆，我也安妮也让我撇了，拉倒吧，随便除吧。咱们先来一个，那个，先来个日炎给盖伦。行不行？也没有铲子，来个锁着甲，先给个日炎。不吃福星的三国，狗都不玩。现在没办法三福星啊，那没有那啥呀，没有安妮啊。先给盖伦来个日炎，想赢我们就升完上皇子啊！现在还差个大卫，或者是一个蛮子。我应该上个积木。但无所谓了，现在肯定是必赢，赢肯定是随便赢了。我们开始攒 buff 啊，开始攒我们三国的 buff。 二银钻，我吃点果冻。来一个旺旺摇滚豆，撇了积木不要了。开始连胜，哎，现在可以明咒刺，然后明咒劫，明咒刺，还能明咒啥？哦，明咒天使，对。我这卡特能 C 不？你们觉得？我给上个科技枪，然后我再给上个水银。不能啊！怎么不能？我今天就卡特 C， 你说不能，我就硬要能一把。给我塞卡塔琳娜，给我塞，给我拽卡塔琳娜死了，没事，我盖伦是无敌的。
我套你猴子，你这个猩红，我把你杀了，气死我了。这波不升了，这么地儿差一块钱算了，升吧，还是升吧，这轮升了他上哪个好一点呢？没有好的，随便上吧，能不能给个位呀、啊、大哥，我第一个位，喂，不能给个位吗？给个位凑个六三国呀，怎么没有位呢？这没位这么难受吗？这没位，哎，太难受了，没位呀，奶奶个腿儿，还不能地，还关键还还好遇到一家弟弟，但是可以接受。啊！哎呦啊，还给我赢了，我的天哪！完了，赢了就算了，我们还第二名，第二名赢他干啥呀？这完了，全套没了，这可怎么整？嗯，我拿女神之刃锁着甲都行，我拿个女神刃吧，腰带，为啥要腰带？要腰带干啥呀？要腰带合啥呀？我真是不知道该咋办了，我那胃没有胃，我操了，我要气死了，三国转啊，铲子都没有，转干屁呀、啊、上哪转去？关键我还没法地，你这时候咋地呀、啊？你说这有位是不赢了？这有位，哎，哎呀，漂亮，太漂亮！三国都连胜不了，还玩什么三国？喂，为什么？这是为何？三郎打完，我们那啥，我们不行，递个瞒着，把卡特整二星，递个瞒着。
这轮输赢无所谓了吧，就一胜一败定定血量，好吧，把血量稳住一走，稳一稳血。哎呦我打完未来了，你找你咋不来呢，你这未你这未这未这未这不腰带有都是吗？你说，我准备好了。你说这盖楼我撇不撇呢？啊，这么的吧，我小弟一下，完大哥可以。胃咱就不要了啊，这胃要个馒头，胃咱就不要了，我需要一个二星卡特，我卡特给个蓝 buff 行不行，主要卡特他没有水银，他没升二，你知道吗，小炮换个轮着妈也行，其实哎，我换个落手吧，把小炮换成落手，整个三战神，后期换沙米拉，啊，递个二星卡特吧，给卡特。高盛文员，出击！天价一切的战。给卡特行不行？求求了，行不行？能不能给卡特？二星瞒着也够用啊！哎呦我操，二星瞒着漂亮！我右装瞒着，这不随便玩吗？这右装瞒着，哎呦我这瞒着，水银没了，算了，不用水银，嗯。要什么水银？最后给个卡特，哎呦我操了！算了，落手不要了，这样式的啊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这这是无敌了啊！让我看看。拿下，拿下，黄纸盖轮撇了，不要了。三国转给沙米拉就真的无敌了，是吗？完了。让人拿走了，我拿贵的怎么样？我火炮来个馒头行不行？啊，来个火炮馒头怎么样？
来一个火炮瞒着，哎，蛮大哥给我砍啊，给我砍，蛮大哥给我砍，慢慢个屁慢。哎呦我进夫升了，给我升升升升升，往上升。这是射体啊，我给忘了。看虚区，看看看看虚区。沙米拉307，那瞒着又啊，瞒着又装瞒着，那瞒着几层了？这是啊，剩一只手行啊，剩一只手给谁呢？是给瞒着还是给沙米拉呢？我大地一手二型卡特可以给沙米拉吧，要我说沙米拉挺厉害呀，沙米拉。然后俺们有狂徒，有救赎，你们说和哪个呢？三国的话不行，和救赎吧。狂徒沙米拉呀，狂徒沙米拉也行，狂徒沙米拉，右装沙米拉，嗯，我觉得行。嗯，狂徒沙米拉，给个狂徒，我们这羁绊王。好像也不用怎么递质量了，也就这样了。马大哥往前一站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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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许飞，这狂徒沙米拉不挺厉害的吗？给右装，我们都给右装。
再给我来个啥呢？给我来个奥恩吧，给我来个奥恩，我正好两个神话一人给一个，挺好。我想想到底是我们是生还是不生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家居然把奥恩给卖了，我都没想到，兄弟，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给卖了呢？打工人不配吗？打工人。生啊，等一等吧，等一等啊，那先等一等。晚豪给个蓝吧，这也没东西合了，那就快点爆出来，快点去仰卧起坐去。这晚豪剩一丝血，怎么好像打不过呢？这漫天飞雨，漫天飞雨好像挺厉害。我爆他扎，到现在都没二星侠，兄弟，我说实话确实有点惨，到现在侠都没升二，我拿一个吧呢，我替他拿一个吧呢，你说这怎么整？哎呀，真是难的，我们好像缺个水银，现在或者是来个鸡，鸡和水银我们任选其一啊，水银好一点。我的卡特比较需要一个水银，给瞒着还是给卡特？看看他虚区吧，要不给卡特得了，给卡特吧，给卡特能厉害点，拉吧，一会儿拉酒。盖伦稍微往右边站点，应该要打这件天使了，我估计。先递个奥恩打件装备，那奥恩5%概率不好弄啊。这三国挺狠啊，这三国啊，啊这三国啊挺狠啊，这三国，哎呦，我们人均都是 C 啊，每个人都是 C。没有一个不是 C 的，都 C， 谁得 C 谁，全是 C。升，别着急升啊，别着急升。万一实在顶不住了，升不上去，我们大地也可以。现在升不了，现在这是多少啊？这是89。这刀锋杀疯了，这家没打过，别让他漫天飞雨赢，赶紧让他死，死完我把这漫天飞雨给卖了。这反甲狂徒正好我用，哎，反甲狂徒加救赎，钱满了。会金币上限吗？会有上限吗？这玩意儿了，还得等一手再升啊！这反甲瞒着，反甲龙爪瞒着，黄图
狂徒沙米拉，救赎救赎，皇子来个救赎。不过属于正常现象，我们赶紧升质量啊！升了啊，升了！进夫哪一个？乌鸦哪一个？鸡哪一个？这样吧，蛮子哪一个？鸡哪一个？鸡佬。哪一个奥恩？哪一个沙米拉？哪一个瞒着不要了，拿个鸡吧，给你吧。不卖盖伦递什么呀？为啥要卖盖伦啊？给我转！完了，死了。卡特卖五星天选，那我得盖伦卖了，我少俩呢。那我为什么不早说让我把盖？那我黄纸都撇了，你让我现在卖盖伦，我不卖。我黄纸都撇完了，你跟我说卖盖伦，你跟他去一边子去吧。我不卖，我沙米拉升个级就完事儿了。早不跟我在那说。怎么回事？给我踹飞了！俩能打过不？哎，好像费点劲呢。精致连败，这蛤蚱行啊！这蛤蚱，快给我蛤蚱！我受不了了，给我个蛤蚱！蛤蚱，我们来个蛤蚱。给个鸡吧，啊，给鸡上一个。必赢的局儿非得输，怎么就非得输了呢？我怎么就输了呢？怎么就输了呢？拿着不要，这不随便打吗？这，嗯，呀。第一个五倍天选啊，不行啊，那三国不没了吗？不行啊，这还是得递呀、啊、要么现在就得递个啥呢？递个位加上一个皇子，咱们才能给他换了，你知道吧？递其他的不行的，三星进夫能吃鸡儿不？
这把如果赢了，这波如果赢了，我递个三星禁服，行不行？啊，咱递个三星禁服，行不行？没装备，把沙米拉给他。我禁夫水银科技枪加正义之手不行吗？禁夫怎么没装备啊？卖了，都卖了，都卖了。完事儿没有，没有那也没办法呢，那没有，没有那就GG嘛那，没有天选。不是有一个，那不是天选的，那有个屁用啊！我不还有个妮蔻呢吗？下把吧，啊，下把继续。